开始直播喽。Hello， 罗律师你好，应该本人。Hello， 世廷，好久不见，早安。我刚刚按错了，难怪我就想说发生什么事，因为我刚刚不小心分享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社团，很好。现在我要把这个是我的新玩具，我要把它打开。请问一下，这个开关按钮到底在哪？Hello， 瑞龙，早安。哎，世廷，我们之前是不是有在麦当劳见面啊？是吗？是你吗？嗨，阿乔，今天很简单，因为你们都知道嘛，这么早起床的鸟不是很多，所以你们现在只要有留言，然后帮我分享，我现场就抽10名送那个精华喷雾哦。10名，嗨，燕纯，好久不见。你们听我现在声音是烧烧的，天哪，我现在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打开啊？我特地准备了一个这个灯，想要让我直，因为你知道我这样有点背光，但是你知道太正光，整个看起来也很奇怪。Hello， 重杰，安辉，你到底是在台中还是台南？Hello， 金刚，早安。哎，这才是我真的是这个到底在哪儿？我要崩溃哦！我看到了，原来它在这儿。我这个小白痴，好，它现在很亮。我现在把它放在，天啊，这好像照妖镜哦。你这样，我们这样子放下去之后，我脸上的缺点就一览无遗耶。对，有一个按钮，我脸上的缺点就完全的展现出来，这实在是太好，我这个光圈太可爱了。Hello， 神东，早安，等一下，我现在看起来很像不知道到底在干嘛。好，然后我的这个放这里，等一下，我这样子眼睛真的是，不，我觉得我现在还不用开这个灯，这个灯好像是要晚上的时候。才要开始开的。Hello， 永昌，我现在看起来这样子很诡异耶，而且我又顶着一个大素颜。你们应该看过我素颜很多次吧？因为我从不介意在别人面前展现我的素颜。怎么说呢？好，来，我这样面向阳光，我给你们看我素颜的样子，真的是很。真的我还蛮大胆，但是我从不介意在别人面前显示，因为其实我的肤况还 OK。 嗨，世庆你好，那我现在跟大家开始讲一下，我今天要请大家继续帮我们分享这一篇，然后帮我们留言，那这样子的话就是我就会当场最后我会抽10个名额，要是不是最后抽，我可能等一下每半个小时我就抽2只，我会抽10个名额。那这10个名额呢，我会问你的姓名、电话、收件地址，你只要给我这些，我们就会把小礼物寄送给你。那你看，比如说像现在线上才14个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14个人里面就有10个人得到，这个机会是不是有点过高了一点？非常的容易。非常的容易，所以麻烦大家赶快帮我分享一下。你昨天有公告说要直播面膜，对，没错。第一次看我素颜，朱素颜我们已经习惯，我真的很常素颜，但已经不能用网美光圈哦。原来是这样，我到现在都不知道，因为我那个网美光圈是昨天朋友送我的，我原本想说今天刚好拿来用，就是等着今天直播的时候拿来用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。哎，我讲话好像讲太大声了，我要把门关起来。王美变老师，我是老师变王美吧？好 ，I'm back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这一款，等一下哦，我这个地方我真的是应该要拿个脚架，不然这样这个你们会介意这样子看起来反光了吗？Hello， 盛茂你好。
今天我要介绍的是这一款，蝴蝶兰面膜。蝴蝶兰面膜，大家知道蝴蝶兰是什么吗？西奇它现在有一个饮料，那个饮料我还是来光这个地方好了。那个饮料它就是蝴蝶，就是有蝴蝶兰，蝴蝶兰就是一个蓝色的，然后薄薄的片状的，然后它放到液体里面，它就变得很渐层、很漂亮的一个东西。Hello， 阿姿你好，谢谢仁川帮我分享，谢谢。哎，陪我聊天也可以啦，谢谢生猫分享。嗨，小慧你好，大家留在线上，我最后会抽礼物哦。那边讯号糊糊的说，你说是我这边的讯号吗？真的吗？好烦。真的吗？我真的讯号很不好吗？ Hello Benson 你好，时好时坏，真的，所以我又要靠近一个小角落了吗？好，那我们继续看这款蝴蝶兰的面膜。这款蝴蝶兰的面膜，它的功用是它可以让你极致的美白，在我这个黑人身上，它真的是可以很快的显而易见，对。好，所以然后可以紧致拉提。其实我觉得，像我的肤况，我先脱下眼镜给大家看一下好了。这是我的肤况，我的肤况就是我昨天很晚才睡啦，因为大家知道我跑去高雄工作，我们工作到12点才结束，所以有一点最近有一点点长痘痘，然后肤况大体上就是那个颜色不均，不然其实我本人是没有什么痘痘的，我是最近熬夜有点过头，工作量爆多痘，所以才有痘痘，不然本人没什么痘痘。好，那所以我最主要的问题是肤色不均，还有干皮肤会干燥，像你看我这边皮肤就很干很干。好，然后很好笑的是我现在把眼镜拔掉，所以我完全看不到你们在打什么。所以我还要再把眼镜带回来，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这个眼镜是新配的？谢谢神董帮我分享，感谢你。Hello， 香安你好，没来骗肤要，我等一下当然要变肤，不然我现在素颜干嘛？我如果没有要变肤，原直播我素颜干嘛？好久没来出了看到我，因为我后来就没有续约了。对，我后来就没有续约了。好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片面膜，这片面膜是那个 Real Woman 真女人 ，Real Woman 就真女人嘛，它的品牌真女人是蝴蝶兰极萃嫩白面膜，就看看等一下我敷完会不会变白，你们就知道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由我一个这么黑的人来示范，好像还蛮适合的。天哪，我好会自贬哦。然后。好，这片面膜它的容量还蛮大的，怎么说呢，我拿起来它是有分量的。现在的面膜有一些是因为我常在代言嘛，有一些是一片里面只有20ml， 它一片里面有30ml 哦，然后它可以加强肌肤的保水度，维持肌肤弹力。我的弹力我觉得算是普通，对，我还没有老化的趋势啦，我真的是我觉得我等一下要戴隐形眼镜，不然你们我都没办法拿下来给你们很近的看我的脸的肤况。帮我分享哦，我们要抽10位，大家不用就是不用害羞，真的你的中奖率会超级高，真的帮我分享就抽10位。好，然后这个脸书也没有那个任何一点美肤的耶，太残忍了吧，脸书是不是完全没有美容的那个功效，这是完全见光死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准备来敷敷看。那我跟大家讲一个小撇步哦，我会仔细的观察，好吧，神动。大家也可以陪我聊天，不用害羞。好，那现在第一步骤，我们先来厕所换一下隐形眼镜，我们要完整的带大家敷面膜。男生也可以敷哦，啊，这里的光好像比较正常哎，这里好像我看起来比较像个正常的，对不对？刚刚不知道看起来像是老了5岁有吧？好，首先你在戴隐形眼镜之前，你必须先清洁手嘛，就是这完全在讲废话，哈哈，我不是说你们戴面膜要一定要戴隐形眼镜，我的意思是说。
我戴隐形眼镜，这样子让我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可以比较好清楚，看清楚我的肤况，我可以拿比较近给你们看一点点，免得我一直在那边眼睛穿穿脱脱。我原本戴眼镜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想要呈现最自然、最丑的祖祖给你们看，然后或者是让你们比较一下，跟你们的素颜比较一下，然后这样子的话，你再敷这款面膜，你才可以知道它的功效。哎，男生不会戴隐形眼镜的，看我这样戴是不是觉得很恐怖啊？我没有近视，只是脱妆讲干话。看来都要在浴室直播了。Hello， 戴琳早安。Hello， 向景辉早安。要帮我分享哦，我们抽十片。好，你看我一戴隐形眼镜是不是加上这个光是正常？这是不是就是平常的我？来，大家平心而论，我现在你们我完全没有化妆，我是不是跟化完妆其实差不多？真的硬要大家讲这种干话，手脚力要天天戴啊，真的活动常戴啊。好，要不是我刚刚那个样子，你们不敢相信我现在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给大家看清楚一次我的肤况，我们就要直接上了，上面有点湿湿的。好，我的问题就是，我会有一些痘痘，可是我这些痘痘不是长期性的。你们看我这边几乎没有痘痘，应该是说我完全几乎不会长痘。我会长痘都是很极其性的，因为我的皮肤是干燥的。但是你看我像这一圈，这皮肤就很干，不然，大体上皮肤的保水度。其实我是觉得有点不够啦，我觉得有点不够。你们看上面像那边亮亮，那是因为我昨天擦的保养品都还维持，还有维持，因为我的保养品都会选好的。我告诉你们，不管男生女生，你们都要对自己好。我可能会擦到眼睛，真的吗 ？Hello， 那个小护理师你好，青晃你好，谢谢戴琳帮我分享。那我们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敷面膜咯。那祖祖给大家一个小撇步，在敷面膜之前要戴一下很可爱的那个小浴巾，要戴一下可爱的小浴巾。好啊，很手拙，一看就知道我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人。这样子好，戴起来看起来很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很可爱。它很可爱，我戴完感觉很，好像是哪一部戏里面跑龙套的一个角色。好，我把不知道是两个包，好吧，我们就当这是一个时尚吧，我们就当做这是一个时尚吧。好。那现在呢，我要来拿我的面膜了。我的面膜刚刚被我放到哪里啊？通常化妆卸妆也会影响肤况。对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如果你要化妆的话，你一定要每天卸妆，你不可以偷懒睡觉，你要每天卸妆。好，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我把这个放在这里。包租婆，真的，你说这个跑龙套的角色是包租婆。好，等，这样太低了，好像你们看不到。还是放这里好了。我原本想说那边你们可以看得到脸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开一罐真女，开一片真女人蝴蝶兰精粹嫩白面膜。会老实的跟你们分享一下敷完的效果怎么样。那在敷之前，我一直刚刚忘了讲，我的小撇步是，如果你想要更保湿的话，敷之前建议你们可以喷一些化妆水在脸上，所以我现在先撒一些化妆水在脸上。那撒化妆水在脸上的意思是，就是，等一下，我第一步骤应该要先洗脸，我太紧张了啦。我平常根本不会这样直接敷啊，我必须要先洗脸啊。哪有人还没有洗脸就敷面膜啊？太好笑了。来，重来，我们必须先洗脸。
啊，原来面对你们我还是会紧张的。原来如此，我在紧张啦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们先洗脸。那因为我想要用清水洗就好，因为我是睡觉前才刚洗澡，所以我没有出去，所以我用清水洗就好。哎，大家记得帮我分享哦！我看到这一颗我就好想抠掉哦。那建议你们用清水洗的时候，就是温热的水会对肤质比较好。嗯，然后我脖子也会稍微，等一下那个面膜上面不是都会有精华液吗？我的脖子上面也会稍微的带到精华液，所以脖子也会洗一下。好，哦，原来洗都还没有洗，我就要准备开始。包租婆，还没用面膜就很漂亮，美美的。Sam， 你人好好哦。虽然我知道你好像讲的是事实，可是你人很好。有帮我分享了吗？会抽十个哦。好，而且我不一定最后才抽，我可能到最后不定期我就抽。反正要是今天早上你们没有事，就来陪我聊天吧，因为我很久没有直播了。好，所以首先第一步骤，洗完脸我必须要先用化妆水稍微的，就是擦在脸上，因为这样子其实小撇步是最有利后续面膜的吸收。 Hello， 浩长好久不见。Hello Maggie， 你好。要清洁结疤最好等自然脱落才不留疤，我就是很喜欢弄那个。好，你们准备进入最高潮部分了，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要把这片面膜敷在我的脸上。先我们看看味道，它味道是那种淡淡的花香，果然是蝴蝶兰，淡淡的花香。帮我分享哦，分享我们会抽十位送小礼物，分享加留言，抽十位送小礼物。好，那这个淡淡的花香，它面膜是有一定的厚度的，也就是说你不会敷在脸上的时候很容易扯破那些，有的面膜之前真的是有扯破掉过，但它也不会到很厚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服帖度吧，来你们看一下，它是不是这样立刻就吸上去了，立刻就粘上去了，对不对？代表它的保水度非常的够。我们刚刚说这片面膜里面有30ml， 你看一下这样就粘上去了。而且我最喜欢的是它有这个耳朵，它连耳朵的地方都可以挂着，哦，这超方便的。因为有时候我在打文章啊，我敷面膜我就没办法这样子头低低的。或者是你们喜欢玩那个手机游戏嘛，对不对？你敷面膜你就没办法这样头低低的。Hello， 特里你好，特里是新朋友吗？而且你看，刚刚祖祖是不是说，就是我们的面膜的汁液，我们可以顺便带到脖子，它这个超贴心，它连脖子都有脖子的膜，你看它还这样子。其实保养品这个保养品啊，我看很多，我只有用过一款有脖子的，就是也就是说有脖子的非常的少。好，那我们在不平整的地方，我们来把它稍微按平点。男生不会敷面膜，对不对？这样可以走路，这样子我们还可以这样甩脑，超方便的，这样还可以甩脑哦。嗯。好，超方便。然后稍微这样子一下，我们就服帖完成了。
Hello， 巧巧，你好。好，那给大家看一下。嗯，这个是我敷完面膜的样子。我告诉你们一个正确的姿势，正常讲敷完面膜，通常不要讲话。那是因为我现在直播，所以我现在声音开始变得这个样子。因为敷面膜你讲话，你会容易产生皱纹，所以如果今天你跟你老婆、你跟你女朋友要吵架，麻烦你赶快买这个拿给她敷，她就不敢讲话。你就她在吵架的时候，你就赏她一面面膜，直接贴在她的脸上，然后她就不敢讲话了。女生通常都知道这一件事，设计的不错，我的面膜都没办法敷满我的脸。这个面膜很大哎、欸，你们看一下，它旁边这边还很有空间，我整个这边还很有空间，有看到吗？你看我这边。我这边还多到我头发都已经先到我面膜还有多红帽，所以你一定可以啦。敷面膜可以玩手机耶，对啊，你看我这边都是多的哦，这边不是凸出来，那是因为我这边已经碰到我的那个发际线了，所以超棒的。它这个超大，而且你看我这个都已经绕到后面了耶，对女生来讲很不错哦。我刚刚这边没有摊平，它都整个已经绕到后颈了，不只是前颈，连后颈都绕到了。笔记下来，对，我告诉你，一边敷面膜一边告诉你的很多小撇步。好，那刚刚事情问说这样子要敷多久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个样子要敷10到15分钟，所以我们现在是10:28，我们就来设计一下10到15分钟。我设一下闹钟，我们算10:30好了。敷到10:45好了，10:45，那10:44就好了。好，我设完闹钟了，老师教的要比一下啦。那我们现场，我们来，我现在就突然就想要现在就先来抽个几位，免得到最后好像都是后进来的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祖祖要来抽个几位咯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锵锵锵。大家赶快，现在我要抽了，我正在抽，快点分享出去，我现在就是要抽了哦。然后直播中，如果你们现在立刻下订单的话，很简单，有没有购买？有看到的购买链接哈，你点进购买链接，然后你就下订单，它这个很便宜啦。我们点进购买链接看看，工商服务这个要怎么转？我们来看一下购买链接。大家看一下，网路都是很畅销，为干燥肌肤瞬间水润，黄金10分钟啊！你看超便宜的，10片才199，这是什么价钱？你跟女朋友吵架10次，你就其中5次把面膜撒在她脸上，另外5次你自己敷，这很简单吧？好，所以你看，这很 OK。然后呢，你叫网络下单，或者是你跟我讲，我帮你下单也可以。对，或者是你们要现场凑一下免运，都很 OK。好啦，你看啊，刚刚祖祖说 FB 按赞、公开分享词、直播留言，一起来敷脸，而且要 take 两位好友哦，大家赶快要 take 两位好友。一起来敷脸，拿蝴蝶兰嫩白面颈面膜，我们就送 3D 美颜紧致喷雾，快点哦！现在祖祖正准备要抽奖咯，大家赶快 FB 按赞分公开分享，这是第一步骤。第二步骤 ，take 两个朋友在我这边底下留言说一起来敷脸，你就整个复制贴上，然后前面 take 两个朋友，我现在就先来抽两位好吗？现在现场的朋友还在的朋友，现在就先来抽两位，然后我要抽紧致喷雾精华，来，紧致喷雾精华长什么样子？我给大家看一下，紧致喷雾精华长这个样子。它可以随身携带，
外表盒子也蛮可爱的，还蛮精致的。好，闷急耶。好，大家都做好了吗？我现在就准备要那个。哎，会不会没有半个人做啊？会不会没有半个人符合规定？然后只要有符合规定的人，你立刻就得到了耶，太容易了吧？来，我们看一下哦。首先我要先看一下，有谁留言？就是有谁先 take 两个好友并且留言的。好，这个要怎么看？我看一下哦。为何我没办法看到全部的留言呢、啊？为何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是我有什么障碍吗？讨厌我到底有什么障碍吗？这是我的问题吗？好，现在帮我分享的有，你如果分享两次，你就得到两个机会，好不好？这样吗？很好，很简单吧？可恶，我觉得我有障碍耶！我叫别人帮我抽奖好了，我请那个别人帮我抽奖。等一下。那它敷起来的感觉其实还蛮舒服的啦，怎么说呢，就是凉凉的，而且夏天要到了，又可以开始敷面膜了。我个人都是夏天会狂敷面膜，冬天狂用保养厚敷保养品，因为冬天敷面膜有时候会很冷，除非是因为工作需要，但是因为最近工作量实在爆多，所以几乎每天敷面膜。对对对，巧巧就是像你这样子，而且你要 take 两个朋友哦，巧巧要 take 两个朋友哦。对对对，没错。哎，所以这样子你就符合资格了。我请等我一下啊、哦，我现在正要抽，我们一共要抽十，那个节目中我们要抽十位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先抽两位，然后我随时随地想要抽两位就抽两位，反正我一共今天就是要抽十个人，超简单的。你看，像这个线上观先人数，还有我们抽的那个数目完全不成比例，所以这真简直是超容易，超 easy。好，那么我们在敷面膜的时候，我顺便再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面膜，它里面一共有刚刚主主已经拿一片了嘛，我们看一下它里面有几片哦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它里面这样子一罐里面一共有十片，然后你们可以在底下留言说你们要购买。现在前十名购买的，前几名，前五名购买的孩子们呢，同学们，前五名购买的同学们，我们还会送 3D 震动洁颜洗脸刷，哇塞！洗脸刷耶，有没有人不会洗脸的？你们不要觉得很好笑，很多人不会洗脸，怎么意思呢？对，悄悄我也爱敷面膜，很多人不会洗脸，就是因为你的毛孔你其实不会彻底的清洁到，尤其是男生很多人是在工业园区上班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回到家，其实你知道你的毛孔里面充满着脏空气、脏污，你应该要先卸妆。男们，你没听错，男生也必须要先卸妆哦。男生卸完妆，然后要彻底的洗脸，这时候我们就要靠这个 3D 震动的洗脸刷，超棒的耶！震动洗脸刷，你就这样录解，然后我怎么这样讲，感觉有点台。对，戴琳，谢谢你帮我留言，就是要这样子留言。对，留言多次一点，你的中奖机会也会。多一点，非常聪明。好，那我们这罐蝴蝶兰面膜呢，我们刚刚有教过大家步骤嘛，第一就是你要先卸妆，然后洗脸。那祖祖没有卸妆是因为祖祖昨天晚上睡觉前才刚洗完脸，就直接躺下睡觉，所以刚刚早上我祖祖就只有直接洗脸，然后用清水洗脸就好，没有用过多的清洁那个卸妆品啊，清洁用品这样子。可是你平常你从外面工作回来，尤其是晚上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先卸妆完，然后再洗脸，然后再敷面膜，这个顺序记住了吗？敷面膜之前也要先用化妆水敷，这样子会比较好吸收，对后续的保养也有加成的作用哦。那我们继续介绍这罐，不是这罐，
这个我们刚刚说特惠价，你买十入只要199，十入199啊，当然你买越多越多盒越便宜啦。然后前现在也就是说现在199你可以得到这个，然后不但得到这个，等一下哦，等我一下。现在199你不但可以得到这个，你又可以得到一个洗颜刷，所以就是199你可以得到两个东西哦，你只要是现在下购就可以有了。Hello， 思思，好久不见，你好，带领你分你 take 我没有用，这篇不你 take 我不算哦，拜托我自己就是讲这个的人，你还 take 我没有用哦 ，take 其他人。好，谢谢思婷的帮我分享。好，那么我们来这个面膜，它的好处就是它可以保湿美白，这刚好就是我需要的，也就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的。你除非你本来就已经白得跟白人一样的啦，不然每个人都需要再更白更白。而且我本来就是一个，哎，你们在敷面膜的时候，它会越来越水分越来越被我吸走，所以它变得那个比较脱落的时候，你要记得再用手把它弄回去哦。哎，思思帮我分享，现在分享留言的话，我们就抽十位，很非常的简单。好，然后面膜敷全脸，然后左右耳的耳挂这个地方也可以向上向外伸展，伸到耳朵，然后下巴这个地方也可以伸到脖子，非常的不错。所以它其实这样子，它在拉的时候，它其实也在帮你拉提。有吗？拉提，然后10到15分钟后你就可以取下了。面膜平常要怎么保养呢？各位男生们，你们应该不知道面膜要怎么保养，对不对？不知道面膜要怎么保存。面膜你就要放在一个没有阳光的地方，你就可以在那边放着。然后使用期限，这个使用期限都到这都是经那个制造没有很久的，所以使用期限你放心，他们都有3年的使用期限。很 OK 啦，所以你们现在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祖祖的意思是说，现在你买10片面膜，有199，还有一个 3D 震动洗脸刷。然后如果你买20片面膜，只要339，你们自己去看那个网站，我上面有附链接，好吗？现在下定的告诉我，我们就会送你 3D 震动洗脸刷哦，非常的容易。好。然后我的那个 LINE 我要跟他们讲一下，等我一下，为何等我一下哦，对，先你可以下单，现在下单，小巧巧，可以冰冰箱吗？可以冰冰箱。Hello， 波凯你好，可以冰冰箱。冰冰箱的话，你面膜就敷起来就冰冰凉凉的。可是如果冬天你冰冰箱敷，你可能就会觉得很有点冷，有点冷冷的。所以大家现在了解吗？现在先下单的前5位。这是我帮你们跟厂商争取的，现在下前5名下单的，在我直播过程中下单的才有哦，我直播结束完你下单完就没有了。现在冰箱配手摇杯，你说一边喝面膜一边喝饮料这样吗？有点啊，不是，是一边敷面膜一边喝饮料。现在下单199，你们知道那个 3D 震动洗颜刷平常就不止199了。又有10片面膜，又有 3D 震动洗颜刷。那如果你一口气你要买40片，才599，来帮要帮你们算一下，这样多少钱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教数学的，可是我还是要拿一下计算机。哎，你们都知道我是数学老师吧？我虽然现在有在当 model， 可是我还是没有放弃当数学老师哈。199，我们除以10。一片是差不多19.9块，所以就是10片这样一盒，我们又送一支 3D 震动洗眼刷，所以代表那一支 3D 震动洗眼刷是加上这一盒这两样东西才199。你们知道平常一支 3D 震动洗眼刷都不洗不是洗眼洗眼刷都不止这个价钱。好，那再来，那如果你买20片呢，339那个除以20。代表才16一片，才16块，
16.9 块。好，再来，如果是599，如果你要买更多一点，全家大小一起敷的话，我真的怎么能这么好帮你们算？你们应该，大家各位那个家庭主妇们应该自己599除以40，一片才14.多。如果你买40片的话，一片才14.多。那如果你要买60片，799除以60，一片才13点多。再来最后999除以80，哇塞，80片不到1000块，这什么价格啊？999除以80，一片才12点多，还不买包？那个 Bear 选你有买了吗？你不是说还不买包，你有买了吗？哎、欸，你没有听错，80片面膜不到1000块，你们送女朋友的礼物都不知道几千块了。那你没有女朋友，你先从敷面膜开始好不好？让你自己颜值高一点，肌肤滑润一点。哎，如果长相是没办法改变的嘛，可是如果你肌肤变好了，那女生不都喜欢什么白白净净、高高瘦瘦、帅帅的男生？开始每天去跑步，像我觉得我最近水肿的很严重，我就有点想要每天开始跑步了。然后开始每天跑步，我在泰国，真的，你在泰国。哎，那你在泰国的话，你也可以，就是你也可以先下定，没有影响的，很 OK 的。好，然后呢，我的那个 LINE 真的很有问题，我可能等一下，你们放心，我等一下一定会抽奖。可是因为我现场，我不知道我到底哪里有什么障碍，我现场我居然不能看到所有人的留言呢。好，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，躺下。你们放心啊，有留言中奖几率超高的，大家多留哦。已下单，好，谢谢巧巧下单。那巧巧，我等一下会送你一个那个，我等一下会私讯你哦。好点了，谢谢你昨天特地来巨蛋协助我。面膜尽量从下往上撕，尽量啦。可是它这个，来，我们先给大家，我先不要拍，给大家看一下清楚的画面。大家赶快下定哦，有没有差？欸，我觉得差最多其实白是有，但是你们发现差最多的是什么吗？你们刚刚敷之前，你们有看到我这样子素颜，我有至少素颜15分钟给你们看了吗？来。大家说一下差最多是什么？你们看一下差最多的是什么？变亮，有变亮。刚刚我原本是只有上面额头这边比较光亮，但是那种亮好像是有点油光。来，我告诉你们，我觉得差最多是什么？我觉得差最多的是脸变小了，有没有觉得？我告诉你，女生在看其实比男生还要准。你我亮是一定有，可是我说真的，敷完所有面膜，你都会一瞬之间变亮。谢谢茂那个盛茂，帮我那个留言，我知道你有分享，你有留言吗 ？Hello， 阿俊你好，肌肤火起来。Hi Lilia 你好。我觉得差最多的是我的脸变小了，很明显啊，因为刚刚这个是有耳挂式的，就是它的脖子耳朵，你看我这个线条超变得超，脸变超小，我真心不骗欸。 Hello 学妹嘉玲你好。好，然后我们敷完面膜赶快，我才刚拆面膜，拍，虽然它吸收很快啦，为何？因为我脸很干，所以我吸收很快。有啦，我觉得脸变小超明显的耶。欸，我觉得脸变小比变白还要明显。它这个我说真心话，白可能要长期。我今天脸有变亮，可是变白的效果有限，所以我下礼拜打算再直播一次好不好？我们下礼拜再继续直播抽奖。
Hello, 陆劝你好，素颜妖美，谢谢学妹。好，好。然后我觉得差最多是脸啦，吼。你们女生，我知道女生很在意小脸。你们刚刚没有看，我刚刚还没有敷之前，我的脸比较肿一点。我敷完，因为我这个，我再展示一次给你们看。好，你们已经看我敷纸，我可以再走回这个地方了。这个地方就是，我们刚刚这片面膜是这样子，它不但有挂耳朵，还有它后面下面的地方，它还有挂脖子，所以它把我们这边刚刚挂脖子的时候，它这样紧致这样拉着我，拉了15分钟，我刚刚敷了15分钟，根本像魔术一样生动，有没有心动？现在赶快下定199就有一盒。一盒十片的，还有免费赠送你一支 3D 震动洗脸洗颜刷，这只有在我直播中下定才有哦，而且下定之后麻烦告诉我，我直播关了，你们199就只能买这个，也是很不错啦。可是199你我直播关了，你只能买这个。我直播开的 ING 之中，你下定了，你下定了，不但有这个，还有洗颜刷。然后这个讲到这个东西叫洗颜刷好了，这个和洗颜刷加起来多少？一共199，拜托，平常一支洗颜刷真的不止199，拜托各位大家，如果你们平常没有在做功课，我相信女生一定知道洗颜刷的价钱啦。我之前要买一支很算是很便宜的洗颜刷，一直都要230了耶。拜托别傻了 ,3D 震动洁颜洗颜刷一台耶 ,3D 震动洁颜洗颜刷一台，我真的再度强调。真的很为了免运一次买4盒，是哟巧巧。那我帮你跟厂商争取看他可以再给你什么福利，为了免运一次买4盒。你看我真巧巧，你刚好看到我敷面膜之前我的脸吗？我的脸那时候比较大，我现在这边下面，尤其是下面，整个有被拉上来。你太爱敷面膜，我也很爱。哎、欸，不过我冬天我就不太，你不会觉得很冷吗？你冬天敷面膜，因为这些面膜都超保湿的啊，你不觉得有点冷？因为我是一个很怕冷的人，我真的很推荐啦、啊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真的被我的脸，我真的对我的脸感到很满意。我等一下可以去拍照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觉得我的脸变得很小哎、欸，跟刚刚比啦，当然跟可能有些本来脸更小的女生比还是有点大。我是说跟刚刚比，我的脸变很小。你看，这是我的手哎、欸，这是我的脸哎、欸，大家看清楚，这是你知道吗？这就是传说中的什么脸？绝对不是我手比较大，我的脸真的像我这样看镜子，我现在看镜子，我真的脸真的变小了。我刚刚绝对不是，我刚刚绝对这个地方没有这么上面，它真的往上拉有差。好 ，Hello 大毛，好久不见。好，那我们敷完面膜，当然事不宜迟，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敷完面膜就结束了。正确的步骤，其实敷完面膜，我们还要再做一些哈哈哈。你们觉得我这样子很好笑是不是？正常的。敷完面膜，我们还要再对瓜子脸、巴掌脸，谢谢，那是敷完面膜才有的、哦，敷面膜之前都没有。哎，你们看，大脸你个头啦，你欠揍！你们看现在祖祖夫子，哎，我一直在那个，可能我刚睡醒，一直留言室。你们有没有发现我的痘痘，好像比刚刚这边好像有一层皮，它好像敷完面膜，它那层角质自动代化。然后这边痘疤，好，然后这块也变得比较保湿一点了。补光灯好用吗？还没有用哎。那敷完面膜，我要再来后续的保养。用完 Real Woman 蝴蝶兰极寸嫩白面膜之后，我强力建议大家，千万不要以为敷完面膜就没事了，你一定要再赶快做后续的保养。那我们的 Real Woman 后续的保养也都有在卖哦，不过那不是我今天的重点，所以主厨就不多做介绍了，大家可以去官网看看。然后在擦的时候要往上擦啦，要对抗地心力嘛，你知道人会往下掉，你那个什么久了啊，你的那个屁股会往下垂啊，脸会往下垂，你要对抗地心力，所以你们在擦保养品的时候，你都这样往上提升，这样了解齁。对，
然后我个人很贪心啦，你看比如说我刚刚已经擦一次，我又觉得不太够，我又再擦一次，我就是一个狂擦的人啊。 Hello， 好久不见，曾哥，现在称为曾哥了吗？曾哥好久不见，工作的还好？今天没有上班哦。对，嗨，玉生，你回来了，你不是在拍照？来，往上擦，往上擦，然后往上拉提，往上拉提，因为平常我们刚刚敷这个面膜，它可以帮我们这样往上拉。我们像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是要靠。还是要靠能力，我告诉你啦，世界上没有那个十全十美的法宝，只有能帮助你渐渐变美的法宝。可是最主要最大的动力来源其实还是你自己。你自己如果想要变漂亮，你自己想要脸变得比较 OK 的话，你看我，你们猜我几岁？我告诉你们猜中，我也不会讲啦。是不是我的素颜真的是跟化妆没有什么差别？我真的是很得意的要告诉你这件事。你们身为一个怎么讲，就是要有素颜跟化妆都可以被男朋友女朋友看到的准备，这样的你才是一个尽力在追求一个完整外表的人，对自己一个负责的态度。女生永远十八号。扯这么多，我一个敷一个面膜，我可以扯到一个人生，不愧是老师啦。好，那敷完我擦完那个化妆水之后呢，我不要用其他家的。然后因为刚刚面膜，其实面膜它，大家知道面膜它是属于保养过程中的哪一个步骤吗？其实面膜它等于精华液的步骤，所以精华液也是在保养，跟大家介绍一下保养步骤。第一步骤就是我刚刚说过的嘛，男生女生不管怎么样都要卸妆，然后卸妆完洗脸完敷化妆水啊。你可以用敷的或者用擦的，然后我个人都是擦化妆水然后敷面膜。化妆水完如果我今天我敷那个蝴蝶兰面膜的话，这就是化妆水完的步骤。那如果我没有敷蝴蝶兰的话，化妆水完我也会擦精华液，那就是用擦的了。然后如果我现在敷完蝴蝶兰面膜的话呢，我接下来我要上下一个步骤是乳液，乳液完之后是保湿乳霜，或者是有的是保湿乳。如果像我皮肤比较干燥，我就要擦霜。那如果你皮肤比较是油性的，你就可以擦乳就好了，甚至你就可以省略最后一个步骤了。好，你们发现当女人非常的麻烦呢。所以不是当女人非常麻烦，是成为一个人类，你成为一个人类本身就是一件啊，没办法嘛，追求完美就是得这样子啊。你要冻龄，你以为都不用付出一点那个吗？好，所以接下来主要上乳液。你们其实可以蝴蝶兰面膜敷完之后直接上乳液啦。那等一下我要给你们显现一下，就是我敷完面膜之后我上妆的效果变得很服帖哦。因为我下个礼拜我打算想要先素颜，然后先不敷面膜的上妆给你们看，让你们看妆感其实会没有那么服帖，因为我皮肤很干燥，而且妆会有点皲裂，有点惨，尤其是我们常常要顶着妆当修个楼嘛，顶着妆，你要顶了好几个小时。对，然后那时候的妆其实就是很惨啦，你只能用妆去盖妆。可是如果你肌肤喝饱水了，你根本不需要什么补妆，你知道吗？除非是当地的环境恶劣。你说画半脸敷半脸吗？哎，这个主意不错，玉生，大家也可以。希望想要看蝴蝶兰面膜有什么样的特效的话，没错，你们可以给我提议，因为我下礼拜还会再直播哦。好 ，good idea， 谢谢玉生。我一共会直播四次一个月，让大家完整的看一下我就是
每个礼拜都敷面膜，我看看我的皮肤到底会不会变白。你看今天我是很明显变亮，对不对？我要，可是我这亮没办法满足我。我要把我去新加坡那个热带，那个恐怖的热带国家的那个白皙找回来，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回来啦，因为我去之前就是好，这个是，敷完面膜，你看那肌肤整个亮亮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开始上妆咯。哦，现在上妆，看看那个妆感会不会比较服帖。麻烦大家帮我留言，然后分享哦，分享。我们还是会抽，我们还没有抽，我们要抽，因为我不知道这到底要怎么看所有的留言数，难道是要等直播结束才能看吗？因为我没有一个小帮手，我很苦恼，奇怪。好，我们要开始上妆，来开始上妆，男生应该不会上妆。第一步骤 ，Hello Fan 你好，我开始要来上妆。我们来看看用完蝴蝶兰面膜，我上妆完会不会比较服帖？连脖子也要上，因为刚刚我们脖子大家记得吗？脖子也有紧膜，反正我一定会抽十位。来进来的朋友帮我分享，然后留言我那个我上面有写的那一串，你就整个复制贴上 ，take 两个朋友就可以，我就会抽十位喷雾，超棒的。辉山帮我分享，然后留言一起来敷脸，叭叭叭叭叭叭，看我有打 take 两个朋友，你就获得抽奖资格，是不是超棒的？然后如果你们现场，我们刚刚已经有敷这个面膜，这面膜最大的好处就是它还有挂耳朵，还有脖子的部分，我最喜欢就是脖子的部分，所以我刚刚敷完，现场观众都发现我整个拉上来了，我的脸这地方整个线条往上跑了，很明显。所以而且我们现在在做活动，整个这样子199，然后如果在主直播之中下单的话，我直播之中下单的话，我还会送你 3D 震动洁颜洗脸刷，这个洗脸刷都不止199，你这样下单再加一个洗脸刷，这样子两个才199，而且这里面有10片哦，超划算，还不快点下单。我真的是我那个洗脸刷我真的是我自己都超想要，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为何我不是在看我自己直播的时候下单呢？为何我要这么早下单呢？好烦！为什么我自己没有洗脸洗颜刷啊？我真的要，为何我真的要去跟厂商抱怨一下，为何我自己没有洗颜刷？我们下次也可以用洗颜刷洗脸给你们看。我不管，我必须要去帮你们争取，让你们看到那个洗颜刷到底有多棒，你们才知道你们下单的东西到底价值多好。好啦，我现在化妆不重点啦，重点是我看看我现在化妆完我会不会粉浮浮。你们发现我非常好推，因为基本上你肌肤喝饱水，你的妆就是很好化，这个不用我讲，所有化妆过女生都会知道啦。昨天祖12点才下班，人还在外县市，火车都没了，一路飙回台南，不错不错哈。玉生有没有想要买给老婆？要我直播中下单才有哦，直播中下单才有哦，直播后下单就没有了哦，直播中下单。这样一罐199，我有附上那个网址链接。这样一罐199，又再送一支洗脸洗颜刷。那你请他下礼拜来看我直播，好不？哦，太热了，我太热了。
我要把这个夹起来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上完底妆，让大家看一下喝饱饱的肌肤是不是一样很亮，是否一样很透亮吧。而且这个是不是看起来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这很伪素颜？好了，其实我刚本来就素颜，可是我现在上完 BB 霜了，你有觉得很浮粉吗？来，大家看一下，有觉得很浮粉吗？没有吧，对不对？我一直有那个产生眼屎，太累了，睡眠不足，不好，是肌肤表面有一点点那个小痘痘。你看我现在是不是任何角度肌肤都超亮？你看你的那个光痘，完全太阳照哪里就是光，对不对？但我现在我的缺点就是我要敷一个礼拜，不是一个礼拜，一个月，我要看一个月后我们变白。好，那么我们上完，你看我连像背光我这边都亮亮的，而且这不是油光哦，大家有看到我一开始直播那时候是油光吗？像不是，沈董，你有没有帮我留言 ？take 两个朋友留言就有哦，就可以抽，不是就有，就可以抽奖。我拿到他家的。好，那么女生们很在意的眼睛的部分，祖祖现在来上眼睛的妆，因为有的人跟我就是反映说过，就是眼睛这个地方会卡粉嘛？你们看我这边有没有卡粉？没有嘛。但是你说，那是因为你看我这边没有卡粉嘛？眼睛有的人有皱褶住，很容易卡粉。我们现在来看看，其实我说真的，你只要基底好，基底好的意思就是肌肤喝得够水。有哈 ，Hello， 闷奇券，你好，好久不见。你好像偶尔来看我直播，我都会跟你说好久不见，我都会偷偷记得有来看的，留最多字的。好，那么呢，肌肤喝饱水之后，你这边也不会卡粉，而且任何地方都光光亮亮的，对吧？那我们现在开始上粉咯，因为很多女生很害怕卡粉的问题嘛，祖祖现在就要开始来上粉，我们。来，我这样子画给你们看比较明显。天哪，可是我这样一边拿着，我要拿个脚架，不然我要一边手拿着一边那个，我拿个脚架。各位帮我分享哦，分享然后留言 take 两个朋友，或者是现场去那个 Real Woman 购买连结，那你买了一定要告诉我你买了，因为我这样我才可以跟厂商说请他额外送 3D 震动洗颜刷给你，因为如果你不告诉我，我这样子跟你们看看好吗，就是你看这个角度我的脸还是很紧致，自以为因为如果你不讲的话，厂商就会把你当普通购买的民众，他们不会送 3D 洗颜刷给你，是只有在这里我替你们争取的福利。我说，你这样的话都没有来看，没有人来看我直播，但一定要送出一点好康的啊，对不对？而且等一下我们要抽奖哦。好，我来弄一下。你看任何角度肌肤都亮亮的，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是我年轻才这样子，我告诉你们我不年轻，真的不要误会了，我的年轻是自己靠自己努力保养来的。对，好，
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上粉咯，很多人会说这边会卡粉嘛，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敷完 Real Woman 的面膜会不会卡粉吧。来，我们发现很好推，我告诉你哦，化妆品其实差别都不会到很大啦，最主要的是你本身的基底啦，这才是最主要的。好，然后眼睛的地方我们来仔细来看看会不会卡粉，我靠近一点给你们看。 Hello 玉祥你好，我们来看这个敷完面膜这边到底会不会卡粉吧。来，你们来看一下会不会，有没有卡粉，你摸，没有，对不对？超棒的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我刚刚敷完面膜，我的肌肤变得超级超级水润，很湿啦，很湿很湿很透的话就不会卡粉。玉想帮我分享，然后 take 两个朋友留言，我们等一下我们就免费抽十位送哦，赶快赶快，不限留言次数，帮我分享。好，大家发现非常的好推嘛，对不对？你这些男生有没有分享给自己的老婆或女朋友啊？嗯，好，我现在自己在那边看一下，来给你们静静看。尤其是眼睛这里，左眼也没有卡粉。天哪，我真的觉得脸书的那个什么，真的画质真的是很清晰耶，真的怎么这么讨厌？他为什么完全不帮我修一下呢？好残忍哦，说真的很残忍，很恐怖耶。好，那眼睛完之后是眼妆，有人说可能你的那个你是那个彩妆用品，你可能有比较好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眼妆也要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眼妆的地方好不好擦，因为我知道有时候人老了眼睛就会比较垂嘛，比较卡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这时候我们就要用更好的面膜，更好的保养品来维持你那个肌肤永远年轻的状态。好，我等我一下，我换个位置。然后不要忘了，我们今天的重点是这个。今天重点不是小竹，是这个，是我是拿我的脸来跟你们示范一下。那我们现在来直接，好，来上眼睛的部分，你们男生要慢慢看我变身。谢谢巧巧。我为何用棉花棒呢？因为你们知道为何我用棉花棒吗？我是故意的。正常来讲，大家会用那个眼影棒、眼影刷，可是那个本来就好上了。棉花棒其实很难上，我就是要用棉花棒，然后来测到这个蝴蝶兰面膜，还是一样非常的好上妆，你懂吗？所以我现在用棉花棒来帮你们测试看看眼睛有没有很好上妆。Hello， 咪咪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轩悠圈，帮我分享这一篇直播，然后在底下 take 两个朋友，并且留言一起来敷脸 Real Woman 蝴蝶兰嫩白面颈面膜。你就可以抽，因为我会抽十个，所以你们抽中奖几率真的超级大。现在有没有20个人留言，我都不知道。你中奖几率真的超大的，真的。那如果你现场下单这个，你告诉祖祖，然后你现场下单，因为我有给你购买连结嘛，一整盒只要199，我还送你一个 3D， 我还送你一个 3D 洗眼震动刷。
是否超棒？ 3D 的哦，超棒的吧？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继续用很难画的棉花棒，继续克难的来画，很克难，但是这样才可以很有效的测出来这个东西是否是有效的。啊，然后好，我发现这个棉花棒真的比平常还要难上去，可是是形状的关系。给你们看一下，我向上眼影前面这里，哦，不知道这张画术，这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到。好，我这样子折返好了，你们看我这边有画一个曲字形，是不是很明显？你看这里和这里有一个曲字形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代表它怎样完整的在我脸上。好，它们很完整在我脸上，左右两边都要画，因为我现在没有什么比对图。刚刚有人跟我说下礼拜可以用看比对图，你们有一些想要怎么玩这个面膜的想法都可以告诉我。主厨下礼拜还会再播，我要连续播四次一个月，我就要测出这个面膜到底有没有效，到底可不可以改善我这个人的状况，你懂吗？我要测出来我这个人到底还有没有救。本着非常实验家的精神，要测出自己到底还有没有救。欸，这种女生不多了，还帮你们免费帮你们测，你们这边看看戏，下下单，话都让我来讲，或者是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发问，或者是购买之后什么问题可以发问。好，然后来打完曲字型之后，我个人的，我其实不是一个很精。我先讲一下哦，如果你看以下这个频道，然后你学我的化妆方式化妆，不一定适合你，因为我的化妆方式比较偏有颜色，然后没技术，我自己觉得我没什么技术啦，因为我认识非常多 SG 嘛，你知道他们那个化妆前跟化妆后，化妆前就是美女了啦，可是化妆后，哇塞，你这是隋唐吗？你是志玲吗？这个感觉就是化妆前跟化妆后你会认不出来他们是同一个人，为何？因为他们化妆技巧太好了，他们本人长得好，化妆技巧好，我就没话可说。有的人原本可能眼睛是这样啊，这样子，然后化妆完，哇塞，完全变不同人，我就会觉得 Hello 表妹好。表妹现在那个表姐现在在代言一个蝴蝶兰面，我这样讲好像有点生疏。蝴蝶兰面膜，它这个面膜，你在现场帮我分享，并且 take 两个朋友留言，什么 Real Woman 蝴蝶兰什么紧致什么面膜，我打在文圈上，我就会现场抽十位哦，我最后还是得抽啦，只是我不知道。我可能一下播瞬间抽，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能一边看留言，我不知道是我电脑有问题还没更新还是怎么样，但是我手机就这样子嘛，我手机必须得直播，然后我们就会送十罐喷雾精华，然后你留言很多次，我们就多给你多次点机会，好 ，OK。Hello Kelly 你好，是刚醒吗？刚吃完早餐吗？谢谢神董。帮我留言啊，对，好啦，如果你们不知道留哪一段的话，你们可以学神董留这样一整串，我也算好不好 ？Hello Fish 好 ，Fish 好，现在只要留言，然后或者另外一种途径，你如果想要获得3D 洗颜震动刷，就是那种，购买一个199，我们又送一支一台震动刷，超棒的吧？好。那么我们刚刚画完曲字型，所以我是说啊，各位少女们，你们不要化妆技巧好。我是本人就长得漂亮，我其实不太会化妆，为何？因为我有个很失败的点是，就是我化妆完跟化妆前，其实我没有差很多。你们没有觉得我现在看到我就是平常照片看到我的样子吗？为何？因为我天生丽质，我本来眼睛就大了，而且我的眉毛原本就好看了，我没有什么，我鼻子原本也就挺了。我的额头原本就饱满，你懂吗？然后我脸原本就不大，所以我根本不会去修容，我也不知道哪里要打亮什么什么，我就是一个
天生好的人，所以我变得很不会。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从中想要学到什么化妆技巧。我顶多只能告诉你哪一款化妆品很好推、很好用，可是我技巧可能是不恰当的。但是我对保养非常精通，这个你们要相信我，因为我年纪其实已经不小了。对，我年纪不小了，可是大家还是猜我21、22，我真的不夸张。那些年纪小的都以为 我比他们更小，我完全非常的得意这件事，因为我是个保养精，我已经成精。你知道我从非常小就非常在，你知道我像是低角度在看你们，可是你看我的脸还是没有垮下来，对不对？这是多亏了刚刚我找到这个蝴蝶兰面膜。我也说过我敷过非常非常多款面膜，可是面膜很少有在做颈膜的。那颈膜除了可以让我们脖子，因为的人脸很白，脖子比较黑嘛，让我们的脖子跟脸的肤色一样，另外一个方面我觉得这一款最有效的地方就是它拉提。你知道我现在是镜头是很低的吗？你们知道我现在是整个这样子驼背这样在看镜头的吗？我如果按照那个女生外拍照45度角，谢谢神董分享两个美女，来看我的外拍45度角，脸完全下面更小，然后再用一个什么角度，我其实不太会45度角啦，因为我45度角，你不觉得我的眼睛很大很恐怖，很像外星人吗？这就是一个眼睛大的坏处啦。我知道我这样讲很欠揍，好，反正就是继续画。因为我不喜欢，我拍照比较喜欢从下往上拍或者是平平拍，我不喜欢你们仔细看，你们去看我所有脸书的自拍，我都不从上往上拍的，因为我的脸眼睛太大，这样人家会说天哪，你是牛眼吗？你是外星人吗？就是很欠揍的一个困扰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上眼睛下围，这个眼睛下面这地方，这地方很多人会有细纹嘛，这里这一条，我们现在上看它这地方会不会脱妆。哦，我告诉你哦，我平常很赶着出门，没办法做好充足保湿的时候，我这地方真的会脱妆哦，我没有在骗，就连我这个保养精平常疯狂在保养了也会脱妆。我们现在就要来 test， 我觉得眼睛前面保水度比较够，眼睛下面这一条这个地方，你看我个人是没有什么折痕啦，可是连我这种没有什么折痕的人我都会觉得很容易脱妆了，更何况是你们，对不对？而且你们刚发现我刚刚在敷面膜的时候啊，我有做一个动作，我来再跟你们分享一次。我教你们哦，你们敷面膜的时候啊，这个嘛，敷面膜的时候，它这两个地方是不是有垂垂的两个地方？首先，我们刚刚说，因为我们这个是挂紧的，都可以挂耳的，所以都可以挂着嘛。所以我刚刚是不是这样子这样疯狂摇动，它都不会掉？你可以看书，你可以继续打你的 game 手游。继续滑手机。可是如果你想要完全极致的使用这个面膜的话呢，其实你躺着睡觉，然后你把这片这个地方整个眼睛也闭上，敷到你的眼皮上，那你连上面这地方你都可以敷到。不然刚刚我眼睛是张开的，我其实上面眼皮这地方其实是也是有，因为我刚刚整个在擦脸的时候我还是有把它带到也是有。可是如果你再这样子，你愿意忍这15分钟睡觉不要用手机的话，我个人是忍不了啦，因为我是一个3C控。你这样盖着的话也可以。那通常因为他不知道你的眼睛多大，所以他都会放一个比较大的地方。你看像我眼睛很大，几乎撑满了。但是我眼睛撑到刚刚我在这样子下面还有点点空隙的时候，我做一个小动作，不知道你们发现，我把这片再往上折一点点，让我下面这个地方也彻底的敷到。所以这记得这是小动作哦，就是你在敷面膜的时候，你那片也要稍微往上折一点点，让你这两块也要敷到。这样子皮肤才会好。然后很多人问我说，到底要怎么保养？像上次有一个20岁的美少女问说，到底要怎么保养？对 ，Hello， 耿翔你好。然后我的回答一律就是天天开心，不要，我真没有在好笑你们，一定要天天开心，因为你天天开心，你的脸看起来是翘饼哎，你那个不会有皱纹，因为你生气你这边，你看你有办法这些光吗？你看我的光，我的脸的光，对不对？
你有办法有吗？我现在已经化完妆了，我还有这些韩妞光泽，我真的是，你们有看化？你们是不是我们台湾人都很羡慕韩妞 ？Hello， 小黑炭你好，帮我分享，然后 take 两个好友并且留言，或者是陪我聊天可以啦。我们会现场抽十位送那个美白紧致不是那个喷雾精华。那如果你现在下单一罐，这一罐才199，不是一罐，一盒才199，而且199里面还有十片，还额外赠送一支那个震动洗脸刷，好羡慕的光。等一下，我现在不知道你到底是在亏我，还是说真的还假？因为这个姐妹我们平常爱互亏啦，所以我不知道她现在讲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啦，很好笑哦，真的梗意啊！我好像每次都念梗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去改名字好了，你第三个字去改掉好了。那个韩妞，我们去韩国不是看到他们脸上都会有这种光吗？我觉得他们一定是用很好的保养品，所以现在我找到了这个面膜，我原本脸上没有这么光泽嘛。我现在找到了这个，然后你看敷完，我现在已经上妆完了，还是有这个光，我就觉得这个很不错，真心推荐啦，因为不贵。如果说这个一盒是1990，那我就会比较犹豫一点点。但是现在一盒才199，一盒才199，我就会觉得，这不是一个开价式的价格嘛，而且199我们还赠送你一支震动洗眼那个洗眼台一台耶，超棒的！所以现在下单，然后再强调的时候，只有在我直播的 ING 下单才有，我直播完我关了就没了。所以你要是有下单了，你一定要在我直播途中告诉我哦。Hello Potty 你好，好，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刚刚我说这地方，这样子。这个话术够吗？看得到吗？很没有浮粉，很贴。我还没吃完，梗意我还没吃完，这样念对吗？好，再来，因为每个人干燥的部位不一样，所以我连眼尾来试试看。好，等一下哦，用棉花棒真的很难画哎，但是为了帮你们测出来，用一个不好的工具化妆，可是只要是一个好的底，一样可以画出好的妆。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眼尾哦，我还没吃完你的牛肉哎。因为我这几天一直在外面跑来跑去的，所以完全没有吃完你的牛肉。然后今天是假日，我不想自己在家煮，所以你的牛肉就继续留着我下一拜吃吧，喝不，留着我下一拜吃。好，那么我们眼睛下面最容易卡粉的地方上完了。接下来我要自己私心画一个我自己想画的东西，就是因为我的眼睛比较，我现在要画卧蚕，因为眼睛看起来比较大，所以会有时候感觉比较凶。我只要没有笑，有的人会以为我可能比较凶，我自己觉得啦，很多人说没有，我自己觉得。所以我都会画一个卧蚕，让自己看起来比较楚楚可怜一点，楚楚可怜。那这样子看起来比较亲切，比较和善。那卧蚕画的这个地方，很多人这个地方是一个大折痕。我现在画的下面这地方，很多人是一个大折痕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地方很容易卡粉。其实只要是有折痕的地方就很容易卡粉啦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当然是
尽量保持让自己越往有折痕越好，因为人都不能摆脱掉那个岁月的痕迹，可是至少我们可以禁止岁月一直继续荼毒摧残我们。 OK， 我们要禁止这件事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平常就要做好保湿的动作。好，我们等一下，其实我们敷完面膜，我们要再测时间。有的人说，哎，你刚敷完，你当然会比较肌肤会比较光亮，比较白皙。可是我等一下就是要来看一下，连我上完妆，我的那个面膜保湿度有没有是否还继续存在？这也是我们今天要测试的一个，因为我们这个真的是实况转播，完全测试，没有再给你们作假的。我是一个诚实小郎君。没有作假。好，那接下来有的人会长那个粉刺嘛，痘痘嘛，长在两颊，对不对？然后有的人这个地方毛孔很粗大，所以有的人最会浮粉的其实是这两颊这两块哦。所以现在主厨要来上两颊这两块的腮红。谢谢耿毅帮我去社团分享，不然我现在观看人数真的越来越低了。可能是不是大家是否都已经准备出去吃早餐了？按照这个时间，大家开始吃早餐了。谢谢。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小帮手。好，好 ，Hello， 花花你好。那我们先来测试一下，在两颊这个地方会不会浮粉吧？有的人是两颊比较那个欢欢帮我分享，然后 take 两个朋友，并且留言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我文宣上有打，我们现场就会抽十位送那个紧致喷雾哦。哇，我的脸好弹哦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玩它？好，不行不行，我要维持住我的脸，我是一个很狂的人。如何让我十年如一日，长得都如此年轻呢？真的不自夸。因为我很注重这种事，我绝对绝对禁止我的男朋友触碰我的脸。你们如果当我男朋友，你就惨，你知道为何吗？他要是这样捏，我就会立刻很生气，说你给我手放开。你现在是在让我的脸这个地方更加快速掉下来吗？或者是我连在睡觉的时候，我之前有在直播上跟大家说过，我连在睡觉的时候，我绝对不碰到脸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人睡觉就直接这样躺下来嘛？啊，你知道你这样躺下来，你知道你这边这样会这样子。你看我连这样示范都不想示范给你看，你这样躺下，你这边会压到哎、欸，拜托，你这边压到你这样久了，你这边是不是就变得比较松？这是绝对不可以发生的事啊 ！Hello， 学长好 ，OK， 谢谢你帮我分享梗，哎、欸，你有帮我留言吗？这样子等一下才可以抽啊！啊，你最后要赶快回来，因为我们最后要抽奖。好 ，Hello， 学长好，我现在在分享一款很实用的面膜。我刚刚原本是从完全大素颜的状态，然后开始从戴眼镜开始，然后开始换隐形眼镜啊，开始洗完脸啊，卸妆啊，不卸妆，刚刚原本就没有化妆了，然后开始敷面膜，然后现在你看我的脸有这个光，超棒的。然后我现在自带化妆具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个两颊部分。你们现在这边不看不太到，不然其实它也没有卡腮红或卡粉的状态哦。Hello， 世元你好，天哪，我一直往下，我的那个脖子这地方有点酸痛。好，然后有的人眉毛这边会脱屑，没错，祖祖皮肤很干的时候就是我皮肤很干燥的时候，我的眉毛会脱屑，因为太干了啦。然后眉毛是一个大家很容易忽略的地方，我下来画眉毛。我眉毛这样没有画啦，因为我的眉毛本来就长得很好看了，不好意思，所以我现在原本没有画眉毛，我现在来画眉毛了。我眉毛本身就还不错，一直这边自我称赞。好，我现在画眉毛，有时候我画完眉毛我会脱屑哦，因为我的脸就是很干，很干很干的脸嘛，对不对？好像不用画就很好看了，好像画了变得太粗。太粗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有背后刷子，蜡笔小新出现。因为眉毛习惯画浓一点，因为要拍照啊。
你知道拍照你都是必须画很浓的眉毛，很浓的那个腮红，很浓的谢谢小茶帮我分享，那小茶帮我留言一下，这样等一下也可以抽，也可以抽奖。我们会抽怡璇你好，阿威你好 ，Hello 各位少女们、少男们，帮我留言，然后帮我们分享。等一下我们会抽10罐赠送精华喷雾哦。那如果你现在现场，你就下单一罐蝴，不是一罐，是一盒蝴蝶兰面膜的话，一盒有10片。蝴蝶兰面膜一盒有10片，10片现在下单199而已。但是如果你在直播中下单，在祖祖的直播中下单 ING 的话，我还会再赠送你一个 3D 震动洗颜刷，就是那种那种，你知道那个 一台就已经平常最便宜的就已经250了，230-250，我还去虾皮看那种很便宜的耶，一台就已经230-250了。然后我现在我不但买一盒面膜，10片才199，天哪，一片20块，这什么不到20块，这什么价钱？到底这什么价钱啊？这是不是比开价还要便宜了？来，你们解释一下，这样子。而且你们看 ，Hello， 好久不见 ，Every 菜，好久不见，小菜。你看我的脸，是不是有那个含有光泽？这个面膜最好的地方，你们刚刚都没有看到，真的太可惜了。我要重新来，我刚刚敷完面膜，我刚刚一开始就是从素颜啊敷面膜，那拜托你们下礼拜从一开始看好吗？或者是从看完，然后再接今天的后面，然后下礼拜看完看到一半有事情就可以先忙，但是一定要看那个变化的过程。好，就这个面膜，它最大的好处是它还有筋膜，而且它挂耳，挂耳是什么意思呢？挂耳就是你很方便，你挂耳，你在那边摇头晃脑，或者是继续低头用手机，或者是这边扭动身体，随意的做家事，你都不会影响。你可以这样敷完，然后这样挂耳，然后下面这个颈膜，它还有不脖子哦，也可以挂耳。它敷完就是这个样子。他连下面的地方都帮你敷到了，然后祖祖觉得其实变得最明显的其实不是变白，刚刚我们在那个直播中我们都有给大家看到嘛，是我的肌肤，你们看这什么光，而且脸书真的没有什么修图功能，这是有够好啦，很好啦，因为我现在介绍这个不要有修图功能比较好，对不对？你看这什么光，这是一个肌肤散发自然的光泽。Hello， 卢冰你好，好久不见。Hello， 你们好。Hi， 仁川午安。现在帮祖祖分享，并且留言什么 bro 谁谁谁谁谁谁，然后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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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real woman 什么什么什么蝴蝶兰什么什么面膜，我们等下就免费抽十位，送那个紧致精华喷雾。那如果你现在像现场下单一盒10片，一盒199，而且不止199，就不是不止199，不止这个优惠，我们还会免费赠送你 3D 洗颜刷，就是那种洗颜的那个刷子，很不错吧？美美的光，素颜跟化妆无误差。你说是？我说我化妆技巧很差。巧巧，我这化妆技巧这样是不是很差？我是不是有画跟没画好像就只有颜色差别？哎，还要画口红，还要画口红哦。画了口红，我腮红再补一下好了。Hello， 哎，谢谢小茶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我们等一下会抽10位哦。哎，线上人数都不够，抽10位你们就会抽中的，加油！你们多分享几次，多得几次机会。好，然后我还没有画眼睛嘛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。我上面其实忘了画，我
我来补一下上面好了。我上眼皮完全忘记画，因为我真的觉得我没有什么差，所以我自己化妆，对化妆这件事，我其实是很，因为上眼皮我们刚刚说有一个皱褶会卡粉嘛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画看，画了那个眼影之后会不会卡粉，眼影会不会卡粉。我们应该是不是来一点音乐啊，我们要请音乐来下一点吧。我刚原本一开始就开 KKBOX， 不知道为何我没有按播放。哦，你还在哦，神动。Hello， 一龙你好，一龙帮我分享，帮我分享，然后留言叉叉叉叉叉叉一起来，那什么什么什么 Real Woman 什么什么的，我文轩有打，我们等一下现场抽十位哦，那个送那个免费送那个紧致喷雾给你们。那如果你现在下单这个，你看我的那个脸很有自然的光泽，而且我完全没有任何容貌的变化，我这点非常得意。你看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你看祖祖没有什么你有什么仁川，你有什么，你有下单了吗？下单跟我讲哦，因为如果在下单的途中如果你是在下单的途中不是直播途中下单，我又会免费赠送你们一个那个 3D 震动洗眼刷哦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眼睛的折痕这边，来我拉一下眼睛，一样没有卡，很不错，代表这款是 OK 的。我老实说啦，你们知道 CP 值这件事吧？我人生中不可能只敷过这款面膜，我老实说我敷过非常多款面膜，你没有看我的脸书你就知道了，但这款 CP 值真的算很高，因为它很便宜。你们知道我平常代言的面膜，我说真的哦，我像讲良心话，我没有在我厂商讲话哦，我平常代言的面膜动辄一片就可能300-390-400，甚至有的比较好的一片可能800一片哦，你没听错，一片800，因为我平常代言的面膜是可能比较好一点的，但是这个一片19块，但是它的效果一样让我有光。我其实我最在意的不是那个价钱，而是它的品质。然后这款面膜跟其他我代言比较好，那你说那这样子的话，那其他比较好的面膜到底有什么好的地方，我还要去买它。我老实说这款面膜它比较厚，所以有的人比较不习惯异物感的人会觉得面膜很厚，可是面膜厚同样有好处，因为它刚刚完全帮我拉提了，有没有？它刚刚我们刚下面的地方，我是城市小郎君，你知道我卖给你们我没有抽成哦，我这样子挂耳，我这样子往上拉提，请问它如果很薄，这个不厚一点，我这样拉，它可能这边会帮我这样拉上去吗？它可能会让我一拿下来脸立刻变小，立刻有那个紧致效果吗？我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脸我又会再掉下来，可是刚刚真的是你们大家都看得到嘛，我一拿下来我脸瞬间比一开始敷的时候还要小，你们不信的话你们回去，你们把这段视频往回拉看一下 VCR， 所以它必须要一定，所以我发现它必须要一定的厚度，但这个厚度可能不常敷面膜的人会觉得啊，好有异物感，好有敷面膜的感觉，我好想要那种好清透的感觉啊，那不好意思，你去买一片好几百块的，现在这个一片才19块，你不要去太嫌人家好吗？连不是敷面膜，一个精华液都你这边敷。擦一次都不止19块了，现在这样一片，而且如果你买8盒，一片才12块，你真的不要太要求人家。所以我说这一款虽然可能它不是最好的面膜，但它 CP 值绝对是非常高的一款面膜。这样子有没有很公道话？好，因为我讲我这个做老师的不喜欢骗人啦，我也没有从中获利多少，我干嘛骗你们？你们是我朋友。不是什么莫名其妙不认识的，
我在我自己的脸书平台没有必要骗你们。好，好，那再来我们来画眼影哦。所以城市小蓝君，哦，我的脖子好酸，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停止这种往下看的那个？啊，是说错，是画眼线。那画眼线就是因为眼，有的人是眼睛，靠近眼球的地方比较容易干燥，有折痕。因为我刚刚说了嘛，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，所以我必须要每个地方都帮你们测。要是有什么我没有测到的地方，你们也可以告诉我哟。Hello， 午安，李坤，我刚刚跟你打过招呼了吗？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画完眼睛，看得到吗？哦，我的眼影好像不小心刚画太上面，我要给它涂掉。这支棉花棒真的是很难画。好，你看 ，Hello， 俊德你来了，赶快帮我分享一下，然后留言 ，take 两个朋友，然后留言 real woman， 叭叭叭叭叭叭，到底不知道什么，这样子你俩就可以抽那个喷雾哦，啊有抽十个名额，然后睫毛就不画了吧。那个睫毛跟这个没关系的，我不画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大功告成了，我们来看一下整脸哦。我没有画很多妆啦，大家也看得到我都很随便嘛，对不对？你们有看到我用什么很特殊的工具吗？所以我说我是一个不会化妆的人，这样你们知道为何了吧？我什么工具都没有用，好像就是一个调色牌，把各种颜色涂在我脸上，然后就结束。因为我好。我们来接受阳光的制裁，来看一下，现在我外面这个光，这是阳光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脸。这个痘痘是我的问题啦，不是这个面膜问题，请大家 focus 在面膜上。好，但是这个你看整个脸还是很光亮。对不对？这个光亮应该不是刚刚那些保养品光亮，还是面膜的光亮。我们已经面膜已经敷完多久了？我看一下。嗯，我的那个电脑都呈现待机的状态。哦，我们刚刚好敷完了一个小时了哦。我们刚刚好敷完一个小时了。然后敷完一个小时之后，祖祖的脸还是这么的水润保湿。那这时候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喷雾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说要送你们的3D 美颜紧致喷雾精华。我们打开来看看，快点哦！趁现在赶快帮我分享，赶快赶快分享，然后留言，我们会送十罐喷雾，我自己都想要。这个小喷雾它长这个样子，这个是可以随时随地喷在脸上。好，我们现在试试喷喷看这个感觉，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们要赠送这个赠品，这是赠品，不用买，我们只送，我们只送，我们只送。现场的朋友赶快赶快，最后15分钟，祖祖要抽出这个十罐这个喷雾 ，3D 美颜紧致喷雾，就是又可以让你变美，又可以让你皮肤紧致，赶快分享，最后15分钟了。我们要抽这个喷雾哦，
分享，不止分享，还请帮我那个按在我上面文宣留言一下哦。然后我们现在喷喷看，虽然你看我现在脸已经很充满光泽了，可是我啊，要不然我喷脖子好了。你没有看到吗？它水柱很强哦，再给你们看一次哦。你们仔细看好哦，水柱哦，超强，水柱超强，你们看这个。水柱超强，而且超级轻便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要是用完，这个盒子还可以留下来，里面继续装，继续装。你看你要装化妆水还是什么什么什么？哎，超方便，超好携带的啦，随时想到就来喷一下。好，这个使用方法呢，你看他说，或者是彩妆顺序完成后，再全脸使用，让它自然吸收，它可以安定我的妆哦，超棒的，我都不用那边拍，它会自然吸收。可是我还是想要拍一下，我们等下拍一下好了。你们可以不用拍啦，我想要拍啦，因为我现在那边一边讲话，那边水这边就是在我旁边，我觉得湿湿的，虽然这湿湿感觉还不错。好，再讲一下今天的重点哦，总结一下，老师要来总结了。好，我总结一下。第一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芷瑜。第一呢，祖祖今天刚开始上播的时候是戴眼镜的纯素颜。那戴眼镜可以玩纯素颜，就是目的是什么？目的是要让你们完整的看到我没有在欺骗观众，完整的素颜的状态。然后相信你们也看到我原本敷面膜之前，我素颜的状态其实肤况是不糟，但是我有以下几点问题：第一，我的肤色不均匀；第二，暗沉；第三，我的肤色某一些部位会有一些脱屑，或者是比较干燥，然后肌肤有点，因为刚起床还没洗脸，有点泛油光。嗯，这是我肌肤大概上的问题，不然我肌肤就是。基本上没有什么很特别大问题，但是我有这些问题其实已经很多了。好，然后所以接下来祖祖跑去浴室跟你们，也是真的直播 ING 嘛，跟你们一起洗脸，不是给你们洗脸，是一起洗脸。然后我现在还是拍一下好，不然我在讲话旁边水这边虽然湿湿的很舒服，可是我还是觉得怪怪的，好像你被水打到还在那边讲话这样子。要是平常我就不按，因为它可以不用按。好，这样好多。然后我洗完脸之后，接下来祖祖建议你们呢，大家记得笔记下来。祖祖建议你们在敷面膜之前，不管是不是这个面膜，最后十分钟，在敷面膜之前，先上一点化妆水，先上一点化妆水再敷面膜，这样子其实会对面膜的吸收更快哦。所以如果你们买了 Real Woman 一盒199，我还会再送你们一罐3D 震动洗眼刷，一台3D 震动洗眼刷。那你们现在你们如果是还在观望中的朋友，也不用紧张，你帮我分享哦。帮我分享，然后帮我留言，就像这样人穿留言，叉叉叉叉叉叉 ，Real Woman 蝴蝶兰嫩白面颈膜，我们等一下现场会抽十位送这个哦，现场抽十位送这个，对，就是这样，多留几次也没关系，因为要是没有很多没有达成目标的，多留几位没有关系，好，那么我们敷面膜刚刚还在这里。面膜它有几个重点，我们现在也归纳一下哦。面膜我们完整的敷上去之后，然后慢慢慢慢慢慢慢把它压到服帖。你们一开始只要先对好那个，男生要是不会敷面膜，一开始先对好那个型号服帖，然后这个耳朵给它挂起来，你看挂耳的，所以它比较厚，这样比较不会撕破。脖子也帮我们挂起来，然后挂起来之后，这个地方也可以敷到，所以它等一下是长这样，它是长这样子的。然后这个面膜它敷的时候尽量不要讲话，不是这款而已，是所有面膜敷的时候都尽量不要讲话，这是我额外私心告诉你们的，因为讲话容易有皱纹。
你们就知道我今天为了你们产生了多少皱纹。我平常是一个超级超级严谨在执行这些事的人。好，所以面膜敷完之后，我一拉下来，我问现场的朋友们说：“哎，主桌有什么改变？”那你们是不是有说？有人说：“哎，变亮了耶。”有的人说：“哎，变白了耶。”但是主桌觉得变亮变白都不是最大的重点，都不是最大的功效。我刚刚说，我觉得它最大的功效是什么？是紧致拉提，没错，是紧致拉提。为何呢？因为这个有紧膜，刚刚它是不是拉整个拉到脖子上？它这个地方它就整个这样子给你这样拉着15分钟往上拉，在往上拉的过程，它又注入了水，给你弄了15分钟。我真的是脖子酸到不行，我现在要平视你们了。给你们弄了15分钟，所以弄了15分钟之后呢，我的脸就整个瞬间小了，小了很多。然后也拉起，因为它整个变尖了啊！我真的觉得很有感，不然下礼拜我们再试一次。我当然不希望下礼拜我的脸是垮掉，然后被拉上来的。我当然是希望是从这样子，然后被拉上。但是我不知道我今天一开始的脸是发生什么事，为什么那么松垮。但反正总之它有效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蝴蝶兰面膜它有效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好。那么呢，我们敷完面膜之后，我们发现，你看我到现在，我已经敷完了一个小时。你看我的眼睛这里，眼睛下面这边，眼睛下面这下面的皮肤是最嫩的皮肤，是不是还是有光？你们不要说这里的光，这里的光很多人是有光或鼻头的光，连眼睛下面这里，你们看我不管什么角度，连这里也都有光，这就是真的光了吧？对吧，这是真的光了吧。好，所以呢，敷完面膜之后拿下来之后，尽量从下往上撕。对，那你问我为什么呢？好，来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。保养狂知道的很多，从上往下撕跟从下往上撕有什么差别？有，从下往下撕，你的脸要是整个被你因此这样往下掉，就是肉整个，那你不是又开始负荷你的地心引力了吗？不要忘了地心引力在下面，我们要往上走，往上走，你的脸才不会掉，你才可以对抗地心引力。所以你往上撕，你把你的肉最后整个拉提的这样的往上，这样不是比较好吗？反正你从上往下撕，跟你从下往上撕，你都不会有什么损失，你就从下往上撕，培养好习惯，培养好习惯，好吗？好，这题外话。那这个面膜敷完之后，除了这个脸部变亮亮了之后，你们还是必须要上后续的保养动作哦。我再度提醒，还是要上后续的保养动作。好，后续的保养动作就是我们这个面膜其实它就是等于精华液，它注入满满的精华液给你，那你也必须要好好的锁住它。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要上一下乳液啊，乳霜。你不要说，那个主桌老师在骗人啊！我上完为什么我的脸都没有这些光泽？难道是他皮肤本来就好吗？请问为什么我皮肤好？你为何我皮肤好，你皮肤差？为何？因为我有在上后续的保养动作，我有平常就做好，我不是只敷一盒这个，我皮肤就好了。美丽是长期以来。长期培养的，不是一触可及的。各位，如果你敷完了一盒，然后你这边跟我私讯我说我完全没效，请你退钱，这一片才20块，你知道我退什么钱？懂吗？懂我的意思吗？这个美丽 是一个培养成一个生活态度，一个习惯。你不可能敷完一盒你就整个瞬间变。我只是跟你们推荐说，你看我敷之前和敷之后的改变非常的有光泽。你们要是不相信的话，你们可以回去拉回去，我看你看看我肌肤原本是那么的有光泽的吗？而且我现在很刻意的一直面向阳光给你们看我的光泽。对，所以大家要了解，后续的保养也很重要，不要想说敷完这一片就没事了。敷之前麻烦先撒点化妆水，敷之后擦点乳液，擦点面霜，帮你整个保养到好吗？然后肌肤充满了湿湿的水润的状态之下，我们再开始上妆，会非常服帖哦。那因为这一片只需要敷10到15分钟，所以非常适合，比如说啊，今天是礼拜天，太好了，我睡自然醒，我睡到10点。那我赶快快速的去洗个脸啊，什么什么什么。你们发现我刚刚动作非常快，我1个小时之内就完成了，
敷完面膜，然后我那是我在跟你们讲话啦啊，可是我现在跟你们讲话那些，扣掉前面还后面，其实我一边跟你们讲话一边上妆也是一个小时之内完成。对，非常的快，更何况你不跟别人讲话，真的超快的啊！如果是我自己啦，敷面膜我会敷十五分钟，因为十到十五分钟就忍不住想要让它敷在肌肤身上多一点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也不可以敷超过十五分钟哦。为何？它上面敷说十到十五分钟，你就是十到十五分钟，不要超过。超过的话，你的肌肤其实已经吸不到水分，你只是浪费时间而已。所以十五分钟后就乖乖要拿下来。所以手机定时一下吧，计时一下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剩三分钟，我们要来抽奖，我们要抽奖了啦！废话真的太多了，我来抽奖了，剩三分钟来抽奖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等我拿一下手机，我要来抽奖喽，我要来抽奖喽。最后三分钟，你看我同一个角度，现在脸是不是整个变小了？而且我刚刚没有修容哦，我刚刚完全没有画任何修容软体，我现在是不是脸变小了嘛？我自己都觉得有哎、欸，哦，脖子好酸，我刚刚真不应该从下往上看你们的，好。我现在找一下，为何？等一下，我点进来看好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太熟悉。哦，我还在直播 ING， 好好笑哦！可以可以可以，我看一下。为何？等一下，我点进来看好了。Hello， 庭远你好，赶快在最后这三分钟帮我分享，我们要马上要抽奖喽。我这个灯，我这声音要关掉，不然我一直听到我自己的声音。好，我们一共有，喂 ，Hello， 顺雅，赶快帮我分享，然后 take 两个好友，我们现在要那个抽奖了，快点，讨厌，到底为什么我不能看到全部的留言？可不可以有个人来教我一下，怎么看到全部的留言？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快被搞疯了。你等我一下哦。哦，我还要为何肌肤那么光滑柔顺哦？因为有敷那个 Real Woman 蝴蝶兰面膜啊，这是一个套路吗？ Hello 学弟好，我不是要分享，我是要那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。好，他刚刚脸书我离开一下，他还是我的观众都在等你耶，因为我必须叫人来帮我。我现在要来抽奖了，这是最后。我现在正在呼叫小帮手来，真是很帅、欸。现在帮我那个分享，然后，
如果你也想要女韩妞般的光光泽，因为差点自称女神。如果你也想要韩妞般的光泽，那么自己都讲到咳嗽了，那么你赶快分享，然后 tag 两个朋友，然后打什么 real woman 吧吧吧吧吧吧之类的，然后这样打完这些之类的之后，你就有机会抽到这个喷雾，这个喷雾它水柱非常强，我们刚刚已经抽来定妆了。然后这个蝴蝶兰面膜在直播，在那个 Hello 学姐你好，在直播的途中，蝴蝶兰面膜一盒加199，而且在直播途中购买下单的话，祖祖还会送你们一个那个 3D 震动洗颜机，一台 3D 震动洗颜机，超划算。也就是说你199你可以有一盒10片，还可以有一个 3D 震动洗颜机，真的是超划算的，对吧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最后快，我要来抽奖，我已经呼叫小帮手来了。他还是要我自己抽，好吧，那我现在我要关播了。在5分钟好了，我是10:07开的。你们有什么对这个面膜想要看的，也可以告诉我，因为我下礼拜打算一个月都要来一个礼拜，打算一个月一个礼拜要试一次，然后我每次都要让我看看我的脸有没有什么变化啦，你懂吗？就是不要就是每次都是一样的，我需要一些新的那个突破，这样才可以证实这个面膜是好的面膜，来实验。实验，可是为什么我的留言好啦？不然等一下我还是关了之后立刻，我关了的途中立刻，我真的很不会使用欸，我关完我立刻抽好吗？那我们现在讲一下话吧，反正我关完立刻抽。好，因为我今天没有小帮手来帮我，我觉得很失落。大家可以陪我聊聊聊最后3分钟，因为我要播2个小时。你们对这个面膜还有什么疑问的吗？我们刚刚已经讲这个面膜的功效了嘛，对不对？加强肌肤保水度，维持肌肤弹力。它里面的成分，我讲一下成分好了。蝴蝶兰到底有什么功用？不然讲一直讲蝴蝶兰，大家不知道蝴蝶兰有什么功用吗？谢谢乔乔，你嘴巴好甜哦。蝴蝶兰就是它有一些功用，就是它你们知道蝴蝶兰它是一种很特别的植物，它拔下来之后，你把它放着风干，它可以保存非常久，它都不会整个皱在一起，所以它其实它的保湿度是非常够的，所以我们里面才有萃取蝴蝶兰这个成分，还有去离子水、玻尿酸，大家很耳熟能详，玻尿酸就是保湿的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富明酸美白，多生态也是紧致美白，胶原蛋白美白，芦荟萃取液保湿，其他详见英文标示，所以英文标示也是差不多这样子。我不好意思，这个英文这种专有名词太难了。清洁肌肤后，我们刚刚已经讲过步骤了嘛，清洁肌肤后。然后啊，在清洁肌肤千万不要只用清水冲洗哦，那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刚起来脸是干净的，只需要稍微用清水冲洗就好。如果你是平常晚上敷这款面膜的话，千万不要只用清水冲洗，拜托你先卸妆，男生也要卸妆，卸妆完之后好再用那个水，然后还有你的清洁用品清洗完之后再来敷这款蝴蝶面膜。你可以不一定要按照我的步骤，可是如果你按照我的步骤，你这个面膜你可以发挥可能100%的功效，你可以发挥到85%以上，那我就觉得值得了。你不要被你毁到，你又不清洗又不是什么，然后把渣物还整个敷进去，然后最后成效可能只有20%，然后你才怪这一款不好。真的是先天自己的条件要先做好，要先做条程序要做完善，你才可以把这个产品发挥功效嘛。我说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有道理。好，然后这个脸书真的很残忍，它都没有任何美白，
或者是美肌的功效，很残忍。我那个其他的软体都有。好，那么10到15分钟后，我们就可以取下面膜了哦。取下面膜之后，你就可以上妆。那你们看我的妆是非常服帖的，非常的服帖，没有卡粉，没有卡，没有卡，没有卡粉。你像看到折痕，是我原本眼睛就够很大，所以折痕很明显。好，我没有卡粉，然后下面这地方也没有卡粉，没有卡粉。然后眼睛这边好，这个这一块两颊肌肤也没有卡粉，没有卡粉。好。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出门了。那今天我们就这样子咯，我一下播马上抽奖。那抽奖之后我会私讯你，请大家给我你的那个抽中的讯息。好，就这样子哦，拜拜。